早年，李老师常常提醒我们，说聪明人呢，要有前后眼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前后眼就是能看到古人，能看到未来，吸取古圣先贤的教诲经验，认真修行，创造美好的将来，这个人才算是聪明人。啊，决定要相信因果报应。啊，善人决定的善果，恶人决定的恶报。啊，善恶果报丝毫都不差了。千万不要看错了，恶人今天在享福，好像因果是假的，那个善人，人心地善良，可是他非常清苦，这好像是跟英国讲的完全相违背啊。这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只有先前，只看到现在，没有看到过去，也没有看到未来。啊，只是很下则的这个一段被我们看到了。啊，这个人过去生中修的大福报，这一生所做的恶业很多，他现在享受的是过去的福报，还没享完，继续在享受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一世所造的恶没报啊，这我们明白了啊。这一世造的这个业因呢，来世报。因果同三世啊！啊，这一世造善业，没有得善果啊，但是他要能够坚持啊，再苦再难，还是要积善，要修德。啊，好啊！过去生中没有修福报，啊，没有善行，没有福报，这一生得到的苦报啊！但是这一生行善，来生的福报好啊！啊，善果在来世啊。一定要懂得，要不然为什么这个世界有人富贵，有人贫贱？啊，好像老天待人不平等，这个事情实际上与老天不相干，都是众生自作自受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